哎，这衣服是男的，不是男的，这衣服是女的，兄弟。这个是女的，不是男的。看，要等一天以后，一天个鸡巴。有了吧？有了，可以用，可以用。啊，哦，也不是哟。吓死了！我在直播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我助理的车上，他先送我回家。快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在车上，我在他车上，应该10分钟左右你吧。不是说走回去吗？怎么又骗我了？我走了15000步，走不动了，可以吗？走不动就还左说拐，左还拐，说左拐。走回去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走回去你呢？看。哎呀，我要跟他说路了，你好烦啊！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没有，算了吧，我挂了。我在打电话问一下，这什么态度啊，兄弟们？这什么态度啊？对老婆这样？你对老婆这样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真的是烦。快点接，快点接！你这什么态度？你的老婆不是你的老婆，你的老公啊，在工作。你的老公在工作，这什么态度啊？快点接我的电话！我真的是服了。快点接我电话，快点！接电话。你的老公在工作，感谢233万个星星，谢谢兄弟。嗯，谢谢233万个星星，谢谢。快点接。哎，你那个回去就，哎老，哎阿姨回去注意安全啊啊！啊，路上注意我安全。快到了，OK，回那手个。机是真的没电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！爱你，爱你啊！OK 啊，嗯哦，啊，拜拜啊！OK 啊。为什么要排3分钟啊，兄弟们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排3分钟呢？为什么要排3分钟啊？要是为什么要排这么久啊？有什么事情吗，兄弟们？没有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一直都怎么没？你们为什么发新那个问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发问号？啥意思啊，兄弟们？怎么了？不是吗？他说他在路上，说要路上最安全。嗯，你路上最安全，美女。中路能打辅助吗？哈哈哈，不可以。我把卡特办了，不是因为很怕刚才那个卡特，兄弟们，就是突然想办卡特，不是因为我二级被单下了，所以想办，所以